称美国 DC 排气管，听都没听过。干别不要害我笑好不好。改车改那么多年来听都没听过，我只知道 DC 反那个滑板鞋而已。这边车右转吧，这车感觉跟我那一样转向牛逼。对啊，好像有配着，而且我觉得它的配重很好哎，而且它其实没什么侧倾的感觉。对，说这个车有十几年的感觉吗？果然他去试车的时候说，整台车也是这样顺顺。但那台 F2 是开好慢。想拉转，该死！我现在有点快不知道要怎么拉转。我好想看看它的加速度。哎呀，故意放慢一点，弄个二档。加油吗？你看它转弯真的很稳哎，妈呀！这台车，我觉得它配重很好哎。这台车子卖80几万，我觉得一点都不会贵啊。这轮胎配置 ，Bridgestone RE070，还不至于到说很硬啊。嗯。哎呦！差一点丢脸洗碗。干！三井是在右边吗？对。然后绕回去，没错。它这个是2.0还是3.0？2.0。K20 的引擎。好。其实这是美规的 RXX Type S。哦。还不算是最正统的那个日规 Type R， 那用引擎就是 K20A。原来如此。